云林西罗镇农会每一年端午节会推出的黄金米粽，到现在已经热卖超过十年了。每一次开卖立刻被秒杀，而今年预计卖6万颗，8点一开卖，电话加网络订购一下子就破了8万颗。另外，林内乡农会也推出了金旺来五谷包粽，结合当地盛产的台农17号金钻凤梨，独特的风味让人每一口咬下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锅子一掀开，香气随着热气瞬间冒出来，一整串的肉粽煮得香喷喷。西罗镇农会每年端午推出限量黄金米粽，以黄金米与糯米的黄金比例，加上虎尾花生、云响猪、油葱等食材，主打吃了不胀气，热卖十年，回回秒杀。今年8点一开卖，整个农会要炸锅。工作人员电话接个不停，有人打不进来，干脆直接冲到现场抢购。这个先生一口气下定100颗，100粒吧。你去年有订到啊？还有人是闻香而来，第一次来抢订。76号是吧？哎，对对，糯米为混合。结果6万颗瞬间秒杀。那还是要撑到9点吧，不然。说要撑到9点，结果8点半就停止贩售，全部收单了，因为已经加购到8万颗。另外，林内乡农会特地把当地生产的台农17号金钻凤梨入粽，号称是全台唯一有包入水果的粽子。凤梨本来酵素就很多，然后它还有膳食纤维。粽子包入旺来，要你好运旺旺来。去年卖到端午节过后还在出货，今年因应成本涨5元，一颗要60元，预计卖5万颗，5月1号开始预购。记者郭正义为您报道。